那种喜悦才是刚开始得不到，刚开始感觉，因为你的我执未尽，且刚开始就是失去，你不是付出，你不是布施，每一次布施你都觉得你失去了东西，有失去感，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哎，不是做一次就能成功的，所以你需要坚持。就像你目前的修行，其实你需要，首先你需要两三个月的净化，你就是在外边这一段时间有点浊，第一吃素，第二呢静坐。就是哎，就是如如不动的每天坐一两个小时，哎，坐在那儿调呼吸也罢，调息你以前做的蛮好的，或者念佛号都挺好，默念呀，就那样坐下去，然后呢静下来，然后呢素，以素为主，肉偶然吃可以，这样的两个月以后你才可以，但是也可以清净，但是然后你再去读经典，然后或者是看到你对佛的直接懂了以后，然后再把在跟这个红尘里边的你过去还有现在很多对结合起来去理解，一旦你在这一块解悟了，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你才对你未来你的东西你才会有安排，你才会懂得做什么，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你才会有抉择。嗯，反正精力时间就这些，用在这儿就不在那儿，你把精力时间放在这个橘子上就放不在这杯茶上，那反正就是人就是这样，你时间是有限的嘛，你只能选择一件事做，全力以赴，时间精力都得耗在那儿。反正我这有很多事，也欢迎你过来做，考虑清楚。反正我这试试，没有什么具体，但是利益众生是第一位的。是就这些事，怎么立了怎么算，是吧？没有说是一定，就像以前我们要达到一个说高度，但是呢，先利越利益，就是真正能利益到众生，就是这一点，这是根本的问题，就是怎么做怎么想也是围绕着能不能利益到大多数呢，让他们真正受益，哎，就 OK 了。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做了。你每次来个受益的吗？哦，对，你看，就是吧，你然后再利益别人嘛，一样的。这个远远不够，你看能不能，你看你的来受益，能不能你在天涯海角任何地方都受益呢？嗯，除了网络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吗？还有真正的让这种受益持续，不是说哎今天受益了明天都没了，这个功夫太弱了，是吧？遇到事情马上就又辛苦了，这个世界很难有什么让你来开心。是的，喝杯好茶，对，开心一会儿。一会儿而已，就是你先把你的内心，先面对你的内心，一直面对，让它满足了，然后呢，你才能无心。无心的时候，那喝茶才能活在当下。那就需要功德的。你活在当下，喝杯茶就能全世界满足了那种感觉，全宇宙都满足了那种，那需要好大的功德的福报。要全世界你能够利益到很多人了，很多人因为你而快乐，你才能安坐当下喝这杯茶，你就完全的满足。你要先面对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的心，彷徨无助，啥也没做所以不彷徨吗？无助，一直空着，那么大个宫殿一直空着，冷宫荒漠化。嗯，再不清理，再不住就快成风了，冷殿应该是。再下去就是衰败的王朝。应该有点作用啊。有。我觉得现在一天一天好的肯定有。肯定有东西要做了，我觉得。正好做事。嗯，我觉得是有事情要做了。其他的都放下了，正好开始利益众生了。你自己的事做完了吗？正好为别人做了吗？我又觉得，有觉得上辈子过去的感觉，好像下辈子开始了啊。那就这样想吧，重生吧。不能老是这样。是不能这样做下去。那首歌怎么唱了啊？再也不能这么过。过，再也不能这么过。不能开着车每天在路上溜达。还是我是不是天生就是流浪的？你也不嫌费油，幸亏你有买油，能有个烂车，有个油，否则你流浪还流浪不了。那天那个师兄才问我，他说你的目的地就在哪里呢？
刘晓庆给他来一句 On the way， 永远在路上。在路上最起码有个方向，你没方向感，最起码因为路它是直的嘛，你肯定的这样走走走，有方向。可怜的刘总在路上非得把自己逼得最后只能在路上，那你自己逼的，把自己逼成那么可怜。那古代那些和尚去行脚不是也是这样？行脚人家是行脚，那是两码子，人家心里有方向有目标，人家行脚呢，你这在路上纯粹没方向，开着四个轱辘就是只能在路上啥也没有，气质一轻就是难受。也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思的。到每个地方，在哪个客栈，山山水水觉得都挺有。停下来玩一玩，你能久住吗？但是你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话，跟你10年、20年前就说过吗？我一见你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你看多少年了？我们认识10年了。我们每次解读说。10年都不觉悟。十年你都没做。但是我也只知道我的心很大，从小就说我心很大，很空切不满大，但是你知道那大到装什么吗？你装两个橘子能切满。所以当我有某个阶段有大想法就很兴奋，但是一旦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然后你那个大想法你又觉得哎呀，你借了一个宇宙的出来，哎，资金不足，哎，这儿不行，那不行，珠圆不聚众。对，现实又是挺残酷。是，所以你那想法不对，你用错地方了。你用在人身上，不需要资金，人的心不需要资金，你把心经营起来嘛。你经营，你就盖一个宫殿，你带的资金嘛。也不能说我没觉悟，我这么多年，我说我退休，我放弃世俗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开始转是，是也需要你经历这么多。我放弃那个，我退出，那我慢慢放掉这些人也是。也是。那还是为了下一步做准备。是，但是你早做不是不能走的那么苦吗？没有那么累吗？苦也是吧？早做你现在功德圆满了，坐在这儿真的喝茶了。那早晚也没关系。老实说，你就是想玩嘛，不就想在这个世界再玩两天嘛，怕被逮住嘛，怕被佛菩萨抓住了，这得使劲干活，没得玩了，就是是吧？我始终会走的一个什么状态，所以我想趁着自己玩两天，不要给我揽上使命什么呀，这样套住我就完了。是这个内心女士，抗拒抗衡，始终都会走进一种什么那个，就怕没得时间玩。然后呢，一大堆清规戒律，那一大堆使命感，我可咋办呀？我套上就脱不下了。没有的是那些很好玩的，没那么严重，你不用怕。你本来应该早点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多受几天苦呗，那还能怎么样？但因缘也没办法，这个你不经历你也。需要经历完，把我们的才能布施出来也是可以的。每个人的才华就像啊，这么说，哎，我会财务啊，那我布施我的财会知识啊，那我说我会看看病，我会讲法，我布施我这一方面嘛。你说你有规划，那你布施你的框架嘛啊，那布置就是安排呀，或者是一个你的眼光、你的规模。这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才华嘛，大哥说，哎，我经历了这么多年，我对这个材料我能准确的把握它，这都是每个人嘛，他说我会打这个字，谁都可以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能力嘛，你就哪怕，我学的少，我知识面小，那就我今天我，哎呀，比起你们都是大腕，我今天真的是不行，唱歌也比不过你们，跳舞也比不过啥，那我擦桌子，是吧？我能把桌子擦得很干净，是吧？这都是能力啊。没有，真的没有说怎么样是最说你有说怎么样？有的人他是生生世世他已经累积了那些能，他这一世他把那些才能带过来了，那就更好啊。那些才能带过来，他不是让你只吃饭用的，他是让你利益众生的。我这带过来干啥？是吧？你累积了上亿世的，我们如果修行，他最后打开，你累积了上亿世的才华，每个人都是啊，上亿世啊。你不止一世，几亿世，你轮回了那么多世啊，
你的才能是越用越多，越用越多，不要吝啬那些东西，你越用越好。就很多人，比如说公司有很多，当你有一个创意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拿出了创意，很多人受益了，好像我自己没有回报。其实你不知道，你那些东西是你越用，你的创意点子越多。而且如果真的有人真的因为你的想法受益了，那你应该马上感恩，哎呀，这个世界还能因为我这个真的是，实际上我这个才华还有用武之地啊，否则连用武之地都没有。但是我们最终得的最多，其实成佛了。你好像看着你不知，好像你做什么也没有，但是最终你成道了。其实你是只不过是目标更高定的，好像看不见，好像大家都在做事，好像不求回报似的。其实你求的太大了，看不见那个报太大了。就像刘师兄，你心大，你需要一个佛果才能填满，其他果子太小，成就不够，成就感不那么圆满。心大呀，苦啊！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你不高，你是大。就是你，比如说你是本来造飞碟的，每天拿个玩具车玩，在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嘛。你开飞碟的，最后开修了自行车，就是那种修飞碟的人修了自行车，这就是。所以你能有兴趣，你修上100部自行车也没兴趣。不要只往习大大做，不要都指望国家为你做，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想办法。把你每匹夫有责嘛，把你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去做。你可以把自己放在总统的位置上做，未必你真的，当然说你没有那么多资源，但是你真的要是为很多人做，你的资源足够，怎么可以不够呢？